自从刘强东性侵事件爆发以来，奶茶妹妹也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两人离婚的谣言也一直不断。刘强东陷入性侵风波，夫妻二人发文否认了离婚谣言后，两人鲜少同框。近日有媒体深夜偶遇刘强东、张泽天夫妇与友人聚餐，张泽天甜蜜招呼刘强东替其与友人拍照，结束后两人更同回大兴爱巢，力破离婚传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